一目了然的操作面板，一键闭合履带，一键打开履带，一键上楼，一键下楼。下楼可先将履带打开至最大角度，然后行至楼梯边缘，按闭合键，系统会将履带调至在下楼的合适角度时停顿，松开闭合键，开始按下楼键下楼。若推荐履带角度不合适，可继续长按闭合或打开履带键，自行调节至合适角度。配置大容量电池、节能电机，充满电可爬2000个楼梯，约100层楼。加宽加厚履带，松手不打滑，使用安全。可折叠，占地面积小，扶手可抬起，方便侧面上下车。弹簧减震座椅，乘坐骑行更舒适。头枕高度可随意调节，适合各种不同身高，靠着舒服。操作杆高度3档可调，上下楼更省力。短途走亲访友，履带可随车携行。路况复杂，长途出游可拆卸履带出行。配置360瓦电机功率，超强动力，行驶平稳，爬坡动力足，电子刹车，松手急停，坡上停车不溜坡，智能差速系统，下坡不会越来越快，可切换为手动模式与家人同行。折叠后可拖行，可放汽车后备箱，携带方便。福宏电动轮椅爬楼机真正实现了一车两用，让家人出行更便捷。